今天呢来做的粽子香包，对，做完了就是这样。其实小时候学十年前，哎呦，剪刀呢，老师，感觉这个它有点有毛毛。但是如果有毛毛呢，我们小时候怎么办呢？用水口水，口水抿一下。中国也是这样。我们有礼貌，有卫生，卫生，所以用剪刀好不好？是可以的，就这样是吗？那你说这样，哇，好嘞，我三条边一针缝好了，翻过来，出，它里面有天然香料，还有这个珍珠棉。香的好香，是这样。对，真的，其实没那么难耶。我们呢，马上就要成功了。还有最后几针，最后了，真的最后了。可以吧？可以。加油，祝乃心，你可以的，成功了耶！祝大家端午节安康，嗯，好可爱呀、啊。